今天吃自己炖的小鸡儿，西葫芦炒番茄，凉粉炒鸡蛋，大米饭。
抹茶。加个溜着的。这个是焦糖口味的焦糖，这个是榴莲口味，榴莲，好臭。就是这个味。巧克力双层芝士蛋糕。是那个芒果百香果的芝士蛋糕，好好吃啊。面包奶油巧克力，奶油巧克力面包，巧克力。